OK， 现在这样拍也只能拍得到，因为这边没有路灯啊，完全黑的。啊，现在是集中光源的状态。啊，然后我们来泛光，还不错吧？现在是完全没有路灯的状态哦，大泛光。然后集中光源，然后车友差不多离我大概20公尺左右的范围，我们还是开泛光好了，要不然我这样看不到前面的路，厉害厉害。我们现在是在大汉桥，桃园的大汉桥，然后我们现在是一个泛光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我们来直接集中灯、直接是光束的状态，哎呦，雾掉了啊，这样泛光其实还看得很清楚啊，赞哦。